现在是下午了，差不多12点，因为我来录埃克森大学的第二季，这是我刚才起走进的脚印，现在雪更厚了，我的整个脚踝已经淹没了。好吧。哦。走起来好艰难啊！雪更大了。漂亮，等我下午回来时候照相。带相机了吗？肚子更疼了。是啊。这也不来一个什么机器扫扫。大哥，他好像只有在停的时候才会扫。人家有地方已经扫了。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施工场地。现在之前是没有这些栅栏的，但是因为这行要安装什么东西，所以说他把这行给拦上了。而且这行好像这行应该是个厕所，所以说可见其人性化。这里最后，哎呦！你在干什么？这是埃德蒙顿大学，这是第二季。走到马路上去更好。马路。傻不唧唧的人，说的这么像。要不然你要把这床头去给你妈。是啊。干嘛呗？现在是我们到了学校的停车场。